時間です、囚人。战车，战车可以去跟龙斯，跟龙斯约好了，来搞基。无法。好基友还是要杀。想要吃好吃的东西。好像我们在跟风一样，印象空间之后啦，之后咋样啊，得到拉面。发现 PCU 居然出两代，对啊 ，PCU 有两代啊。那 PS3U 好像没有出中文，那 YouTube 有，那 YouTube 也有包含 U 的剧情，所以可以只要买 YouTube 就好了。感觉会有很多坏人。他是什么女性将骑兵就非常厉害。东乡一二三，美若天仙的女高中生骑手，听起来好棒。常出入神庭教会，干罗斯，你到底想干嘛？是为了怪刀团？这样其实战斗话一定非常需要战术，敢讲屁话。给我记住，你去侦查一下，看他可不可以干。他在公山小、啊，教会在哪？哦，听说很漂亮，印象中很漂亮，我记得有这个，有看过他的图片。得到指甲啊！好了，今天礼拜一洗澡澡，这是一个努力洗澡的游戏啊！不洗到死，我是没有办法跟我的医生增加感情的。这一代的五项是不是特别难练？还是现在就是时间还早，所以我还练不过？真的觉得这一代的五项特别难练。到底是我的错觉呢，还是这一代真的难练？还是因为没办法吃和那个吃拉面然后狂升的关系？东乡一二三有推荐要升吗？What?
初始是说随时可以换队友哦，随时可以换队友哦，是才前面好的，好像可以，好像可以练一下的样子。居然不在，哭！叫了，唱一下，要花时间，但遗忘了技能，想起来。看，开启了新的东西呢。前是只有好吧，今天我们还是去，我们今天还是跟龙师去搞鸡好了，似乎可以升等的。哦，可以由主角下指令换人。これだ。要去健身房吗？我睡啊。啊，内裤。我会借内裤，我们不是穿同条内裤的好基友吗？哦，一二三，晚上才行。把人家保送给取消掉，太烂了吧！マジか！小号鸭字田，很爱吗？是个讨厌鬼。那战车五等，有戏。你要借我内裤吗？龙斯说好的内裤呢？哦，帰ったか。那，等一下，今天一二三在，我们去看一下好了。
娜娜。是正妹，在演讲期的女子高中生娜娜，东乡一二三，是一二三妹妹吗？好像很正，魅力，魅力狗。超的降奇技术法对怪盗团有利的战术，问问他能不能指导一番吧。まだ何か用ですか？突然硬是坐下来，你受我为主。私なんかじゃなくても、ネット対局とか他に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の無理です。ごめんなさい。被拒绝的不够帅。いきなりそんなこと。もしかして将棋お好きなんですか？喜欢我。三月的狮子都看完了。それはそ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手二十秒の早指し、それでよろしければ。二十秒一步的快棋。接受。参ります。跟你还能更不会。その程度ですか。早急を滑る竜は我が手に落ちました。この盤上の戦争どう生き残るつもりです。統帥苍穹之龍。What？ 王手。どう見ても罪ですね、投了。还能继续。投了。それすなわち自らが潔く負けを認めること。あなたも騎士を志すのなら肝に銘じておきな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じゃあ今日はこれで。よかったらまたお手合わせ願いますか？哦，感兴趣了。あなたからは何かこう勝負師の気風を感じたんです。盤上の動きは素人丸出しなのに不思議です。不可思議。你好像变人了。ごめんなさい。でも。指南には条件があります。这个角色，角色，好，好可爱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はこの取引で指南いたしますので、新手にご協力を。检察官要说什么？你会那么多战术，肯定有人在指导你，是吗？あれだけの犯罪行為を成功させるにはかなりの戦術が必要だと思うのよ。それも素人の浅知恵なんかじゃない。普段から戦術を扱う専門家クラスの。心当たりあるのよね。我は何時、ちぎりは砂を我、星のペルソナの生態。行动时可以将待命队员转换。哦，待命队员，这不是本来就可以吗？行动时，将待命队员。よし。是做战斗中吗？今日はここまでにしましょうか。ではまた、ご縁があれば。
所以在战斗中嘛。对，我就想看，这一般也可以用啊，所以这应该是在战斗中可以换。啊，这样老师，我们不是说好上课可以偷懒的吗？分かるかしら？金。これだ。その通り。升级啊！嗯。哦，战斗中 L 就可以选择成员可以换啊。あなたの奇跡です。このペルソナを引き出すのあなたの力です。終わりですか？時間です、囚人。知識不到三階不能追學姐。幹，知識怎麼那麼難升啊？等一下，我想來看一下到底什麼時候會有。こんにちは。真的是永远都没有新东西可以看。很糟糕吗？向反派学习，说不定是个好主意。Yes。
要成为动作女星。学习方式不对。ありがとう。所以他以反派为目标，成为动作女星。这是什么超展开啊？よし。做多久仰卧起坐才可以？そうだ。帰ろう帰ろう。天然呆性性。真的可以成为小丑女 ，Harley Quinn。老师，来，等一下，今天也可以，今天也可以去找占卜师，占卜师好像还不错，好，去找占卜师好了。先把占卜师的社群打开，正哦，こんにちは。哎，好正哦。あの、行きますよ。占卜师要10万块才他才能开始是吗？怎么每个都是好的？因为每个都很正啊，不是我讲的讲。真的算到了，会死掉了，该怎么办？無理ですね。你要有这个神圣之石，开始卖奇怪的产品，会吸收我的不幸。只要10万，这点小钱就能躲掉不幸，很便宜吧？很可疑啊！看各方面都很可疑啊。そうですか。お、帰ったか。お。居然突然给我钱！あとは任せた。难道说占卜算中了？啊，开始害怕了。すごいな！太神了吧！啊，这样就找我，他说你会死掉的。赶快把那个东西买下来，要10万块才行。
之后等有10万块再去弄。他是10万块当下会还你，还是说我要过一阵过个几个社群他才就是几个等级他才会归还？要一直问啊，一天到晚急着在那边打架。你们啥时关哦？在三点啊，三点准时关好不好？三点。哦，今天要洗澡。他不是哦，要满才会还，供到后面才行。看，刘姐还要真拿武剑，哎，好吧。虽然右界还没满，虽然右界没有皇帝的 persona， 但还是跟他玩，下棋到晚上。ところで、快加深。哦，上野无畏脑。よし。要追到变成女朋友才拿回来，了解。我的话前面一个人都没有。被嘴爆了。都不在意，这些凡人才无法懂。被一术之神抛弃，太夸张了。そうだな。这是什么柯南？我像被朗文大师电到的文雄一样。有钱。开始走。
ったか。おい。不行，今天是洗澡日，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是洗澡日。干，我真的是要很认真在洗澡啊，不然我这个粒子真的是很难往上升。哦，买一点，有饮料买，回 SP 的都买。这第一轮要努力的升这些数值啊，不然到第二轮就不能好好的在那边升社群了。帰るとするか。我们第一轮可以少破一点社群，但是这个五项要升高一点。忘记去还书了。QQ 水果茶，什么？想要提升女人味，觉得推荐，所以我去喝可以提升我的那个吗？魅力值。可以提升男性魅力，以后都去家庭餐厅喝 QQ 水果茶。さて、始めましょうか。三国志的部分。要数在赤壁战中到底是什么数？答えてください。发明了什么中华料理？什么？他发明了什么料理？肉包。よろしい。哦，是那个吗？蜀汉老面的那个肉包吗？啊，对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就那个平西河川用人头形象制作的肉包，蜀汉老面，就是这个玩意儿。别买了，
あのね。漂亮的女性，居然有例会，这代表说是有剧情或可以攻略吗？炮手三个三，有在量体重吗？被怀疑了。哎呀！哈哈哈哈！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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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就看这个女人，感觉就是个小婊子。小婊子，必死！被算计。もしかして。应该是假哭嘛。Yes。啊？你到底在攻三小？假哭可以在敌人胁迫己方，让敌人动哦，可以在胁迫，可以在敌人胁迫己方时让敌人动摇进行要求啊？有些什么意思啊？不太懂。来打扫，来打扫。
开心了吗？それでは伺います。哦，被攻击、被击倒的时候会被敌人使用威胁，但几率蛮低的哦。他可能会喜欢的东西，好了，走。嗯，干。为了这，干，问题真的很多哎，浪费我一个。ご利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看到不会疑惑，老板晚上就走了、啊，他应该是老板晚上的时候那个才来的。切了，有气，都看过了，看过这基本都看过了。说可以升级的，还是45可以？哦，快要加升了。好吧，加升一下好了。啊，女教皇是学姐的。换了内裤，说什么也不去。哦，干，他妈的救了你还这么鸡掰。
那龙丝别急的生会中瞬杀陷阱的什么意思？傻笑，有机会让一场战乱恢复的游戏。行こうぜ。送瞬杀陷阱是什么？放在袋子里面不会肩膀痛。低等怪先自开战直接胜利，没经验没钱，什么意思？就是等级太低的怪会，就达到你达到一定的社群会开启这个功能，就是、直接把低等怪打爆。前期要练的不见一声哦，千早是谁啊？不是说你是老妹没人吃吗？骗 ，DVD 没 DVD 啦，几天或者是大宅进，好，龙丝气之后学会瞬杀就拿到钱哦。好，那我们就先把龙丝放置 play， 好，我们去下个棋。Hello， 空班班。下棋又可以加知识，不错。东向王国的精英把一切蹂躏殆尽，傻笑。就凭这样松懈的防守，还能抵挡了吗？哈哈，白费心机。觉醒吧，龙王，用黑暗的业火烧尽一切。黑暗炼狱飞车。这个人完全中二掉了。真正的王之力，我的王之力呀、啊！将军，这就是新招式嘛？变成了王，拥有了王之力呀、啊！霸凌，原来是在被网络霸凌的朋友。阿宅怪胎，嗯，よし。
上无聊，然后增加一个特殊逃跑技，摔到爆炸。拍照，哦，杂志周刊的写真照。不是病，二起来要人命。嘿，明天出去玩吧。N 中说关于明天邀请前往时，可以等到明天再回复，不过立刻回复病人也可以。等一下，我的火龙丝好像。已经要七了，是不是？哎、欸、哦，看我刚删了，所以可以攻略学绝了。好，我们再过完这一天，过完这一天就好。要三点了，过完这一天。学姐会在哪？居然真的在校门口。あのね。ん？ちょっといい？你成绩好像很不错，是平日努力回报了吗？居然要知识达到一个程度才能。ちょっと相談があるの、いい？私はこれまで何の問題もない優等生としてやってきた。生徒会長としての職責も問題なくこなしてきたつもりよ。嫌味とかじゃないの。私がそう思い込んでいただけだから。でも鈴井さんや金城のこと、結局私一人じゃ何にもできなかった。従ってばかりの優等生じゃ、いざって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ね。回答団に入った以上、私もみんなの役に立ちたい。でも今まで勉強ばかりであまり視野が広くないのも事実。見識を広めなきゃと思うの。さすが参作戦参謀。参謀ってまあいいけど、まず第一歩として生徒のことをもっと知ろうと思うの。でも私そういうの疎いというか、他のことちょっと感覚ずれてるらしくて。本当？ならいいんだけど、でもみんなが普段どういうところで遊んでるとかよくわからないし、そういうのちゃんと把握しておきたいの。それに生徒の実態把握は生徒会長の務めでしょ。監視とか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くて、みんな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理解したいの。それに回答団に入ったからって生徒会の役目もおろそかにできないわ。で、さっきの話だけど、普段みんなが遊びに行くのってどういうところなの？感觉选哪一个差不多。
映画館なら私もたまに行くし、できれば普段行かないところとか。そうだ、ゲーセン。あそこはどう？私行ったことないの。よかったら連れて行ってくれない？こんなことで見識が深ま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ど、でも今見たく勉強だけじゃダメだと思うの。よかった。一人で行っても私じゃよく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し。じゃあ早速だけど行きましょう。銃でモニターを狙うのね。なかなか本格的じゃない、もしよければ付き合ってくれない？やった！え？嘘！あー！こんな感じね。真是个游戏玩家呢。あれ自体はゲームだけど、もしかしてテクニックは戦闘に応用できるかしら。普段行かないところに来たせいかな、こういう発想できたの。なんとなくだけど、みんなが普段どういう風に過ごしているのか少し分かってきたわ。こういう世界もあるのね。今までの私じゃ絶対来なかったと思う。看到了意外的一面。そんなこと。できればまた手伝ってもらえない？世纪末霸王每天练着暗杀拳，稍微没尝试也是很正常。こうやって勉強以外の知識が増えれば、怪盗団でもいろんな提案ができるかも。这游戏短发都超正，我觉得不管长短发都好正。不过医生确实都超正的。時間取ってもらう分、期待には応えないとね。今すぐ何かできるとかじゃないけど、きっと役に立てると思うの。你怎么又拐了我的羽毛刀？大概是要说这个吗？君たちの怪盗行為、それを妨害するものだっていたはずよ。敵の分析に特化した者がいたからこそ切り抜けられてきた。そうよね。这么聪明的人一定是我的羽毛刀对吧？我は汝、契りはすなわち囚われ、助教皇のペルソナの生誕に祝福の鍵。可以当超越骑士的渣男，有戏。换手是要两等。あなたたちって金城の件で歓楽街に行ったのよね。私ね、今度は歓楽街に行ってみたいの。ああ、行ってみたいっていうか、実は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うちの生徒を見たって情報があって、まさかとは思うけど、一度確認しておきたいの。もういい時間ね。そろそろ帰ろっか。それじゃ。あ、帰ったか。さてと。天使公文。买买买买买买。
太阳的可以用。太阳吗？剣をたどるべき道は。やめるのですか？ジュスティーヌ、お前閲覧なさい。有一只凤凰。あなたの奇跡です。居然没有。我都很怀疑这游戏到底有没有帮我把我的 persona 登记进去啊！太阳没半只，有那么扯啊？もう終わりか？我记得有和一只猪去啊。せいぜい上がってよ。奇怪，怎么讲？有，我记得有和出来啊。可以跟川上一起做。哦，得到的是凤凰哦，不一样。凤凰朱雀。哦。哦，五六晚上啊。じゃあね。被骗，可以读书哎，感觉好不错，看一下。一个。开太多社群了，不行，应该要读书，来增加一下，像这个知识。现在没有增加魅力的，我就看一下。对，买书好了，之后我们在那边多在那边读书，不然那个图像能力实在是升太慢了。ごゆっくりどうぞ。巧手，潮流指南应该增加魅力的吧？太好，我到嘴炮变强了，只是我觉得。那不是，我觉得这一轮还是要多花时间先练哦。有时候有一些可以去第二轮玩。哎，杂志在哪？这个应该可以增加的。戸締まり頼んだぞ。不开九 P 是什么意思啊？喂。树的枝子小路，哦哦哦，太神奇了，看よし。有趣哦！哦，九个女主角都关联，一定不是第一轮啊，第一轮不可能。我们可以考虑大概第三轮左右再开始干这件事情。
是哦，把这些毒掉。おい。よし。哦哦，这样就变成毒的状态了。成长，这一段成长。Oh my god！ 分かるかしら？正解よ。やるじゃねえか。よし。いいか。下周三考试，有离实况玩这款游戏遥遥无期了。这个要实况玩，其实蛮花时间的啦。我说真的，不要再问影响空间的事了，垃圾地方不去。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成长。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